最好不要一闪，一闪的时候应该想想卓卓会怎么做，知道吧？他肯定会想起躲一闪的。安静补刀，我带了 TP， 我就发育，狂发育，狂发育，发育到十六级再说。哎呦，他两级了。这哇，他好压呀，好压人啊！哇，难受难受，就感觉他会被抓，你们知道吧？有预感的，可能还来的。保住他，保住他！你哇，别怂啊！我觉得第一时间啊，完了，都得死。哇，好狠啊！这就要挨我吗？我没走进去啊！哦，难受！哇，他们怎么不走啊？吸取教训。知道了，吸取教训。知道了。哇，兄弟啊！哇，裂开了呀！这不，感觉都得死。我是想走的，真的，我真的想走的。哇，我要报仇，我报他没有闪现。哎，我也得死，没有，顶不住呀！这不肯定要吃河蟹的呀，过去阿卡丽一点一打二的呀，我真的不骗你们。啊！哇！有隐身，还好。路人没闪吗？我都没想，看你们的了，好像有点顶不住呀。不吧，不吧，不打了。我怎么走到哪死到哪呀？我真的不想死的。踢皮捡石头，感觉我不想踢的，这还踢了，浪费了，我觉得他们打得过好像，不下了，踢不掉了。哇，不，
有必要这么杀我吗，大嘴？您先下了发育吧，他们顶一下吧。你这不发育也太难了。哇，你全军覆没，大门没了呀，我守不住。这波他们不该打的，说实话，我过不去的，我刚死了出来，我过不去的，真的不该打的，不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，知道吧？我真的去不了。哇，打不过。不会被一波吧？嗯。哇！哎，满血了，感觉。我死了，我想留他呀，兄弟。顶不住。还有个影子刀吗？没注意看。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我得躲。